如果你啊很爱一个女人，我建议你呢，不要主动的、频繁的跟她发信息呀、打电话、发语音，也不要试图，用对她好、为她付出来感动她。毕竟她都不在乎你了，何必去卑微呢？你可以先冷静几天，然后啊，朋友圈发三句话，仅她可见，她会害怕失去你。什么话呢？第一句。我确实很想你了，但是呢，我又不想再次去打扰你，不是因为你不重要，而是我知道我在你心里已经不重要了。第二句，想理你的人，他24小时都有空，想跟你回家的人，东南西北都顺路。第三句，我好像一边在等你，一边又在放弃你。发完以后，如果他给你点赞了，你可以直接私聊他，如果他压根儿就无动于衷，哎，你可以私信我，我可以来教你。